非常非常动用全部的人呢，因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盛会，是的，没错，对，一年一次啦，一年一度啦哈。那当然我们晚一点的还有我们艺人的动力啦，是的，对，哎，请问一下你脚为什么那么长？哎，没有到这里了，这是胸部了。通常哦，脚这么长可以到我胸部的，真的没几个，就是我的腰啊，就是你的，对，太过分了，没有啦，没那么长。下次可不可以不要脚叫那个脚那么长来的？不要这样嘛，这样子我的鞋子要越穿越高，很辛苦。我不知道你要来，哈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然后我知道，我就不要穿高跟鞋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是是是，不会啦，各有特色啦。是，那当然呢，我们的那妹妹是短头巾呢，留着呢，我们的沙鹿是高工啊，高工啊，高级教学。对，一定会欣赏为大家呢带来不一样的呢，我们这个哈很厉害的，这要有技术的。对，我说真的，对，对，我们的沙鹿工业高级中学，是你看中学呢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一样呢，我们紧接着带来第二首好听的歌曲。好，接下来要买这首呢，台语的歌曲《心灰灰》，所以说的什么灰哦，心灰灰，心灰灰，是的，很像伊犁。心灰灰，心灰灰，那就从头对你唱。Yeah, no, no.